我刚好写了一句词：“吹开吧，吹开。”这老爷子怎么又回来了？谁呀？凤凰传奇的粉丝，谢总的父亲。你可得小心点啊！我先回屋躲着了啊！我走了啊，小心点啊！ 你找谁？你是许红豆吧？对对对，我是谢志尧的阿爸。啊，谢叔叔，你好。哎哎，别动，坐。拜拜。 远，回去那个上学什么挺好的哈。哎，回去啊，知道读书了。是吧？哎，他真是太好了。啊，那小院现在修的还挺好。是，阿贵婶做活挺细心的。哎，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。一两个月住着还行，时间长了。 你就该想北京了。嗯，可能是哈。您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啊，哎，你不碰上了吗？啊，随便聊聊。行。我听阿瑶他阿奶说，你说话呀，阿瑶听得进去。不是。 这可能有误会，我跟他呀，主要是聊店里的事儿。那正好，我就是说店里的事儿。啊，你看能不能给我点意见？行，那您说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云淼是个乡下地方，这年轻人啊，读书读得好的都往大城市里跑；读书不好的呀，这脑筋灵光的呀，想开个车做个生意的啊，这都去双廊。 去喜洲、去古镇，去那些红火的地方。你说这云淼这小地方，你扯破了喉咙还能来几个人？嗯，您分析的对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啊，也不能完全这么说，因为毕竟发展起来之前，那些都是小的渔村和古镇嘛，是吧？是啊，这就和我们在市场里批发花材是一样的。嗯。 一开始做的人少啊，你小店可以做成大店，你店大了吧，卖的多，啊，顾客多，你这货源好啊，人家这个供花的基地就愿意把这些，这个稀有品种，还有这个最好的花材，最好的价格都给你，你店大，对吧？你顾客多，你卖的多，你赚的多，你的店就越来越大。你说这刚开的小店，哪能和这些大店去争？哎，您说的对。 是吧？但是我个人觉得吧，也不能完全这么比吧。你看啊，毕竟店里进的东西是一样的，但是旅游的地方啊，它每个地方风景它不同，是吧？好，嘿嘿，不这么比，不说这个啊，咱就单说阿瑶，当年啊。 他阿妈出去打拼，就是为了让他好好读书，能够走出去，啊，能够离开这个小地方，别再受穷。哎呦，可争气了，考到北京去了，啊，在北京有好工作，挣的也多，非要回来，把这几年挣的钱啊，全投进去了，还带上了款。嗯，这几年就无底洞一样的投进去。你说人家镇子里还有几个大巴走过去，你说咱这，你说这个小村子里哪有什么游客？ 是，你说的对，对吧？嗯，你看，父母哈，老是能够为儿女考虑的更多、更长远。哎，我爸妈也这样。你看，你看。
要不还要他奶喜欢你呢。你这个阿妹啊，了不得，脑子好使，说话呀好听得很。叔叔啊，你那个跟我说这些呢，是就想跟我唠叨一下，还是想让我劝阿瑶回北京？就是这个。你说啊，阿瑶回来这几年，这个啥好处也没捞着，村里有啥事都找他。哎呀，糟心事儿是一大堆。你说那个谢和顺，他那个什么木雕厂和他有什么关系吗？这搞这个民宿啊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人家小黄，人家是领导，人家得管。嗯。可是现在一出事都找阿瑶。嗯。那什么事儿嘛？是。可是阿瑶投入了这么多，对吧？现在眼看着基础建设都起来了，那他现在走，那不是半途而废吗？他可以转出去啊。那愿意接手的人，他应该也是看到了他这么做的价值，对不对？这么说也对啊。嗯。哎呀，这不就跟这不蚊子就撞在这个蜘蛛网上，这飞也飞不了，这走也走不了。你说他图啥呀？谢叔叔，我要不然给你讲讲我的情况吧。行啊。你看啊。我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就一直在北京工作，酒店行业呢特别忙。那偶尔顾客感谢你的时候，你心里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和价值感，是吧？但是大多数的时候，还是机械的工作。你看我工作十几年，也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，想着赚钱，买房买车，是吧？这样呢，就能在北京住下来，就定居了。然后你回老家的时候呢，在亲戚眼里，你就特成功，对吧？特优秀，也能成为鼓励下一代好好读书的这么一个榜样，啊，多好啊！但是我从来没想过，活在世俗价值体系里的成功，它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？比如说，你看啊。比如说，我就只能活三个月，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那我到底想做什么？什么东西是我的梦想？我想干什么？这些我没想过，我不知道，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。但是，阿瑶和星星不一样。你看，他们有自己坚定的目标，还有为之奋斗的理想。我就特别羡慕。特别佩服他，你看他们就没有只想着自己，也没有只看着眼前这一点点路，他们还有更远的地方要去，还要带着其他人一起去。更远的地方？嗯。那是哪吗？那不就北京吗？那还有比北京更远的地方啊？有啊，那三年五年、十年八年后的云苗村呢？到时候。所有的人都不用再为了打拼，为了赚钱啊，辛苦的出去。所有离开的人都能回来。离开的人哪能回来？能啊，那村子建得好就能啊。一起建设守护家乡，是不是？那所有人都能够壮有所用，生有所养，老有所依。叔叔，您和阿姨啊，这么辛苦。赚钱让他读书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那他现在带着金钱和知识回来，还想改变更多人的命运。您当时离开的原因，就是他回来的原因。你说是不是应该支持他、鼓励他、信任他？